宝宝都是非常喜欢小动物的，每次只要一跟小动物玩就会非常的开心，而且有些宝宝会主动的拿东西去喂小动物。很多爸妈都知道自己的宝宝喜欢小动物，都会想买一只小动物来陪宝宝。一位妈妈知道自己的小宝宝喜欢小鸡，于是买了一只送给宝宝，不料接下来小鸡的举动，宝宝瞬间崩溃了。You got a new friend? Did he poop on you? Ah! 网友们看后纷纷留言，这只小鸡真的是太坏了呀，怎么能在宝宝身上拉粑粑啦？瞧把宝宝气成什么样子了。宝宝和小动物在一起的时候经常会发生很多尴尬的事情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有趣的画面吧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关注和留言哦。